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行观》。我们的心脏啊，大家如果我们再绕一圈来看的时候啊，可以发现这个其实啊，这个心脏里面，我们当然有很多这个人文的一个意涵在那个地方啊。不过基本上它是一个充满着肌肉跟里面空腔的那样的一个这个情形。我们把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肌肉壁啊，事实上是非常强而有力的。然后透过这么复杂的一个讯号系统，然后这个隔间呢、也都是非常精巧。比如说这就是瓣膜，这样瓣膜的一个状况，它要关起来的时候要很紧密的关起来，而且这个瓣膜还有很多形状不一样，是譬如说这是主动脉的这个三个瓣膜形成的，这个是二尖瓣的这个瓣膜，所以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况，各因为它的一个特殊需求啊，而有它的一个结构的一个不一样啊，这个冠状动脉的这个情形啊，这个红色就是冠状动脉，它来营养我们这么多需要去付出功能的这个肌肉啊，心脏的一个肌肉，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去维系着这个生命的一个发动机啊，持续不断的在进行啊生命的一个功能。那同时由于我们现在医疗的一个进步，我们对很多的一个情形啊，不只是了解它一个解剖的一个构造，而且透过影像医学，我们可以深入去看这个里面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病态，原来的解剖状况跟现在的情形透过这样子，不管是刚刚看到的这个心脏一个外观的一个状况，或者是到里面看血管的一个状况啊，都会让我们对一个疾病的一个掌握度啊，不至于像瞎子摸象一样，只摸到一角，很难有全貌的那样的一个评估啊。所以现代医疗是进步很多，所以很多这个医疗或者是病人或者医师都会注意到这一块，但是不要忽略到还有更重要一块啊，什么东西比这个更重要？这个敲敲打打听听啊，这个是蛮重要的这些事情啊。为什么？因为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多跟病人有一些互动，多了解检查的一个整体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聚焦在某一点。不然的话，你不可能从上到下那个百兆的细胞，你怎么知道哪里有问题啊？那这种各种不同的一个器官，你怎么知道是哪一个器官它发生问题？所以必须要透过这样子，我们听诊器听一下，然后这个敲一下，敲一下的目的就是说，我们的肚子敲一敲胀气的时候，跟里面啊有水的时候，那敲起来是不一样的。这个医师可以感觉得到，声音也可能是不相同的一个状况，所以还是需要多这个基本的一个检查，理学检查，跟还有病史的询问，这个绝对比电脑断层那些要来的重要很多，所以不要本末倒置啊！也不要说到医院以后看到医师就说：“医师，我要检查这个电脑断层，我要核磁共振。”这都是不对的，还是要根据我们需求再做适当的检查，这个病灶才能让它无所遁形啊！好，这个水或空气的时候，我们敲起来不一样。给大家看一个19世纪啊，一位画家叫阿加斯啊，英国的画家。大家很难想象，现在我们有这个好像气球啦，很多不同的一个活动啊，氢气球的活动啊，19世纪啊，1820几年左右的一个时间，竟然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啊，他们也可以去看到这个整个氢气球的状况，甚至于上去、看一下。不过这显然那个时候风险可能比现在更大，所以画作里面其实留下来一个东西，绝对不是只是一个影像而已啊，也包括当时生活面貌，当时的一个这个状况啊，这个让我们甚至于职业，你很难想象，在19世纪的时候有这样子啊。这是在做什么？这个马车，然后有一个人在这个地方，这是卖盆栽的园艺的。所以你看看园艺现在大家会重视啊，在那个时代，这个也有它的一个市场在，所以让人家觉得这个了解的一个事情啊，可以更加的一个深度跟广度宽一点了、这位画家他很特别一点，他就是非常喜欢画什么动物啊。而且你可以看到他画的动物啊，真的是不只是这个皮相，还包括那个精神面啊。动物当然也有精神面啊，你看这到底是忧郁的狗呢，还是若有所思的狗呢？我相信所有养狗的人都能了解，这个狗也有它的一个心情啊，它也有呈现出它不同的一个风貌出来，它就很能够精确的抓出那个点出来，而且那个结构更是啊惟妙惟肖啊。
看马这样子啊，这显然也不只是马而已啊，也画出马的那个灵魂出来啊。所以这位画家很特别，他本身是也有兽医的这个背景，然后又有做解剖啊，动物的解剖，所以能够从外到内，从皮相到内在的这个心灵层面的呈现啊，他都能把握得到这个情形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19世纪哦，1820几年的时候，竟然在伦敦有这样的情形啊，长颈鹿啊，所以也代表了那个时代海运啊，也到非洲去，才有办法把长颈鹿接过来。这不是英国土生土长的，这个他把它呈现出来。好，也不止这样，你可以看得到豹，那个也是啊，在伦敦那个地方呈现了那种互相之间两只豹之间的一个互动啊，这个要画出来非常不容易啊，他把握住抓住那个瞬间啊。可是啊，大家也许看这个没有注意到一个事情啊。这是什么？这是都是在动物的一个笼子里面画出来的，受到很大的限制。当然在那个时代绝对没有什么动物保护啊，但是他要捕捉那个形象，但是这些动物背后啊，就是限制住的他的一个行为啊、限制住他一个生活的一个空间啊。我们现在当然往更好的那样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关系的话，对动物对人都比较好。好，提到限制啊，一个50几岁的一个病人，那么他原来是跌倒以后好像也不以为意啊，但是慢慢出现的一个状况就是下肢啊慢慢无力。哎，奇怪，又会疼痛的这个情形啊，那下肢无力又疼痛跌倒，大家想那一定是骨折，可是这个不是真正的骨折，这是退化的关系啊，这局部有一些骨刺的形成，但是并没有明显的这个压迫性骨折的这个状况。但是这个不对，因为他的临床理学检查起来发现了、这个确实有问题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就请医师就给他安排做核磁共振的检查。这个核磁共振的检查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得到，这里这是正常的我们的脊髓神经，这是旁边的脑脊髓液呈现白色的这个状况，这里不对啊，这里有一片这样的一个这个白色的阴影在这个地方啊，这个阴影那也因为这样这个空间受到限制的关系，它会压迫到里面啊，压迫到里面就造成这个里面神经的压迫，而产生出运动跟感觉神经的一个受到影响以后症状产生出来。所以这个后来再给他做进一步检查，白血球又很高的这个情形啊，是不是因为跌倒里面产生血肿，一开始是，后来又变成化脓的这个情形啊，所以很类似像我们这个脚这个地方红肿，然后给它切开引流啊，这个脓就跑出来的这个情形啊，所以切开引流脓跑出来以后，这个症状疼痛发烧都会症状就会减轻啊。但是那个地方你因为不知道它在那里的状况，而它的一个位置啊本身又是啊狭小限制的一个空间的时候，骨头外面限制，然后它里面在这个积水这个地方啊，它这个空间有限，而它脓的一个位置就是在这个我们积水这个包覆的这个背膜外面这个地方啊，产生硬脑膜上的一个脓氧，然后它就压迫到底下的一个神经啊，压迫到底下这个神经啊，来造成这个局部神经的一个压迫啊，神经压迫有临床上就出现这个症状。这个后续的一个治疗，当然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有脓疡的地方啊给它清干净，然后抗生素的一个治疗啊，这个神经的一个症状才可能慢慢恢复。但是神经症状的恢复绝对不是说我们一把它这个问题点解除掉它马上就恢复，因为它受到伤害以后它要恢复啊都需要有一点点时间。所以对任何事情讲起来，理学检查这永远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很难突然间会去想到这个所以怎么样的一个检查，这个病人的时候，我们给他做力量的一个检查的时候，就可以发现他的力量差了，给他做神经反射的一个动作的时候是不正常的。所以理学检查永远比很多复杂的影像学检查要来的重要。感谢收看，我们再会。